今天蒙恩典的经文是马可福音3:20-32节到35节。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呢，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呢，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由教牧者会长林美京牧师以信息里的爱为题正道。哈利路亚，这时间我要大家讲从2024年4月25号周四开始的宣教出差报告，将一切感谢荣耀归于在宣教出差当中同在的父神。感谢用爱做祷告心怀的准牧师，也感谢以祷告支持我们的院长，也感谢一同做祷告和支援的所有圣徒们。这次出差是为了迎接哥伦比亚万民教会创立12周年和秘鲁万民教会创立18周年，为了庆祝创立礼拜和秘鲁牧会转研修会出差。本来想在疫情前出发，但是因为疫情没有去，所以5年后进行了宣教出差。在万民电视周刊当中呢，大家也会看到的。那么今天呢，向大家传达一些他们的心和想法。在今天的主题经文中，有许多人对耶稣说，外边有母亲弟兄姐妹在外面寻找，这是耶稣说按照神旨意行的人才是我的弟兄姐妹母亲。在这次出差里，让我更加切身感受到了热爱全世界万民、热爱圣洁福音、遵行话语的人们和通过全世界渴慕圣洁、渴慕新耶路撒冷的众多圣徒们，在信心里是一家人。4月25号周四早晨，在圣徒们的欢送下，我们先前往了哥伦比亚，仅飞行时间就超过了20个小时。从首尔出发，经过中转地到达宿舍的时间就超过长达30个小时。晚上9点多钟，有60多名圣徒怀着喜悦和幸福的心在机场欢迎了我们宣教团。时隔5年后，这次呢，再次见到6年前访问时见过的圣徒们，就像见到家人一样，特别的高兴。还看到了连周岁的孩子呢，现在都已经长大了，欢迎了宣教团。当时呢，就是他是5岁来欢迎了我们。那么我对他说，你记不记得我们？他说有记得，是说看过我们。他也是非常幸福的迎接了我们宣教团。那么其中呢，还有些圣徒们说有几个小时，坐几个小时车赶过来。哥伦比亚是雨季，他们为了迎接宣教团从家里出来之后呢，风很大，开始下雨呢，带了好几把伞。去机场的路上开始下起了更大的雨。等宣教团到达机场并离开机场时，没有风，雨停了，而且天气呢也非常凉爽。我们到达的时候取完行李，然后出去的时候呢是天气非常凉爽。我想可能原来就是凉爽的天气，但是呢他们却说是雨很大。当时除了当天之外，其实是雨季，也没有淋过一次雨。在凉爽的天气里举行了所有的聚会，于是我们将荣耀归给了万民的神。
向他们转达准牧师和万民圣徒们的问候之后，我们回到了宿舍。到达第二天开始，有圣徒探访和全圣徒会面的时间，也有来自各国的圣徒和牧会者的见面的时间。探访圣徒们各家庭时，虽然与本教会圣徒们的长相语言都不同，但可以感受到是一家人，他们渴慕着一个真理，在奔向圣洁。各自的信仰都是有第一次遇见神、体验圣灵后呢，就感觉变得不一样了，那就是摆脱掉了属肉的环境，断掉了世上的朋友，即使是家人呢，如果不是在信心当中呢，就首先顺从神的话语来远离了他们，顺从神的话语，圣守主日，做祷告。虽然喜欢世上的朋友，但现在呢是更加爱主内的信心弟兄们，和他们进行爱的交流。即使是属肉的弟兄，如果不能在话语中成为一体，反而就会和信心的家人更加成为一体，过信仰生活。虽然与韩国在地球的另一边，但哥伦比亚圣徒们渴慕圣洁，渴慕与老牧师，而且也是说，我怎么才能得到改变？我的不足是什么？要在这里当中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不断地向我咨询，而且也很想见准牧师，李守真牧师，也很想见引导如火般祷告的祷告院院长。他们的生活其实并不富裕。据最近的资料上说，哥伦比亚的人均工资为70万韩元左右。据说即使是医生和律师，工资也不像我国那么高。所以访问韩国并不容易。而且家庭成员呢也不少。像我国以前那样说，有的家庭呢有5名弟兄左右，也有更多的家庭。那么在秘鲁有一个圣徒呢说，他的家人呢有15人，就是说用很少的工资维持一个家庭，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访问韩国那只能是梦想了。尽管如此，参加一次本教会的修炼会是我的梦想，所以是努力的赚钱，也有参加修炼会，也有过这样的人。有的人呢是卖一些小小的东西，然后去卖攒钱去参加修炼会。但是除了那么几个人之外，只能满足于看画面，这是多么遗憾的事情呢？因此如果本教会有人来，他们就非常渴慕和幸福，哪怕是说生疏的韩国语，也想多聊聊天。我去秘鲁呢，总是叫我就是说用韩国话生疏的叫我说牧师，然后再说西班牙语，就是说他们总是想多聊聊天呢。有一个姊妹呢，她是翻译韩国翻译西班牙语的，但是呢她就说韩国话就是很非常生疏。他有一次说话呢，他说非常的充满。那么我想到当时的情况呢，不是很充满的时候那样的情况。再重新确认后，我发现呢，他不是说的充满，而是说不客气这个词。在韩国呢，经常用没关系这个词。我们都会说没关系的，但他呢，好像学的是不客气这个词。虽然是这么生疏的单词，
但是从每句话中可以看出有多么想访问本教会。오고싶은사모한간절한마음들이있는지또알수있었습니다어쨌든선교팀들이와서또 있다보니까한마디라도하고싶어서就说明呢他们是想和宣教团呢想多说说话然后呢也想多说我一定要得到变化想进入新罗撒冷等等他们都是喜欢用韩国话来说这样的告白探访结束后第二天听到了他们用韩语说一定会遵守约定的这样的话说一定要得到变化他们说是就是用韩国话学会了然后去这样的告白我特别的感动还有通过一个姊妹翻译的韩国语就是还有一个姊妹呢就是亲笔写下了自己想要说的话就说用韩国话写上的信我现在说的这个姊妹呢不是这个姊妹是她自己亲手写的一个信那么比我写的字呢还要好看而且呢我还看到了一个姊妹是十五岁一个学生她说她长得非常漂亮但是她非常表情的非常暗淡那么我去他家探访他的表情呢非常暗淡然后呢据说呢他的家庭呢是有问题而且呢正值青春期他说这个孩子呢有想做的很多但是妈妈和做性生活的姨说不让他做的太多了所以呢不充满很忧郁那么每次看到的时候呢我就看到非常的忧郁所以呢他也是非常渴慕只是总是坐前排然后每次探访就是探访的时候呢我都是有机会呢去拥抱他虽然是语言不通但是我用全身表现用真理传达了要幸福生活的理由说要让他盼望新罗撒冷所以呢要做祷告我像他这样说的时候他说我一定会做到那么这个学生呢在我们在分开的时候呢在机场呢是用韩语写了信内容是说认为自己黑暗都是因为自己周围的环境但是听牧师说就意识到了自己都是自己心里的问题他说现在要为了幸福生活要变化努力学习韩语我看到他的信之后呢我非常感谢他然后呢在机场呢我就留下了有些来说感谢他说我们一定得到变化那么明年我来的话会希望能更见到更幸福的样子那么我要离开的时候呢看到了他面容有了微笑那么像这样传达真理传达牧者的爱兵说明为了和准牧师一起成就最后的使命在灵肉间要成为首领将帅呢于是大家告白决心一定要成就我觉得在外面里呢每个人都觉得非常可爱那么下一个行程是来见中南美的各国圣徒们委内瑞拉牧会者协会会员长和想在哥伦比亚建立万民之教会的哥伦比亚加尔达黑纳拉斯巴尔梅拉斯教会副牧师还有与来自中南美的万民圣徒们委内瑞拉普兰克林瓦伦西亚牧师是万民的支协的教会也是委内瑞拉萨乌达瓜扎纳牧会者协会会长他因为渴慕万民所以一起参加了这次哥伦比亚的创立礼拜还通过张丁元牧师多次到委内瑞拉宣教出差所以他更加渴慕万民也更加渴慕万民的事工他深爱牧者准牧师和万民他说可以为了今后会举行的准牧师在委内瑞拉的聚会只要能访问就可以了
虽然他自己一直在其他教会，在其他教团过着像生活，但是见到万民之后，知道了真正的信仰，并告白说，只有万民才能拯救委内瑞拉。他非常的恳切，并邀请主牧师来委内瑞拉引导圣会，说如果准牧师在建造圣殿之后能访问的话，今年十月末也先请我来派先请我来担任讲师进行牧会诊修会和手帕聚会。据说他说呢，是在自己的城市里有1000多名牧会者，如果与周边城市联合举行牧会诊修会，就可以举行有4-5千名牧会者及工人研修会，甚至表示呢，有2万人到4万人可以参加的盛大聚会。有关大商会呢，方面可以得到政府的帮助。他恳切要求，如果只要万民的圣体的福音才能拯救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实际上呢，无论是在国家还是经济上，是非常一个困难的国家。但是说如果从国家方面的邀请的话，他作为教牧者会长协会会长，他也能够会发挥其作用，而且呢也会得到政府的许多帮助。除此之外，他说是非常他说呢，如果主任牧师来引导圣会，他觉得非常好了。而且呢，就是说他也在到机场呢，还不断的在有这样的要求。那么宣教出差当中，我们新创园赞美宣教士还有我们金顺武长老，在是正好是生日期间，那么他们呢就说他说呢，在机场呢要为他们唱生日歌来欢送他们。除此之外，在哥伦比亚事工的帕邦牧师是在母亲担任的教会做副牧师，尽管如此，他在寻找真正话语的过程中，通过 LS 电视台认识了万民，想通过与张敦伟牧师的联系加入万民之教会。牧师夫人在准牧师引导的高聚会上因渴慕的心做准备，老花眼和眼部疲劳得医治，不戴眼镜也能够看清了。虽然想把母亲的教会改成万民教会，但是母亲说虽然话语很好，但是现在还不愿意改，还不想改，所以他本人来咨询自己出来想做应该怎么做。可见呢，他想传播圣子的福音的高涨的热情。另外，中南美的圣徒们也一同参加了哥伦比亚的创立礼拜。委内瑞拉、巴拉美州诺万民教会、洪都拉斯万民教会的圣徒们一起坐飞机聚在了墨西哥。巴拉美拉戈万民教会和墨西哥的一家叫万民教会，还有一个国圣徒们见面，分享教会的消息和将来的蓝图，度过了幸福的时间。他们非常很想知道的是牧者的消息。那么我也是向他们说一些牧者的事情。非常遗憾，在这地上没能亲眼见到曾希望近距离的见到的牧者，因此我们也一同流泪。即使是远在的韩国之教会，只要决心就有很多时间可以见到牧者，但是连生计都非常困难的国家，能够亲眼见到牧者是非常恳切的。
盼望。但是将来呢，连那样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感到非常遗憾。我对他们讲了一些关于牧者在的时候的内容，还有牧者的善。还传达了牧者迫切希望圣徒们进入新耶路撒冷的牧者的心愿，他们都同样流着眼泪，决心一定要在新耶路撒冷城相见，还决心如今要和准牧师李守贞牧师一起建造大圣殿，尽情的成就是决心就要向圣洁前进。虽然与韩国相距甚远，但我感受到了我们是在万民是一体，是一家人在火热奔跑。全世界都需要这圣洁的福音，需要全能。通过牧者成就了全能，为了让我们能够尽情的使用，牧者献出了一切，而如今再通过准牧师成就事工。另外可以成就属灵的心合一，就越能尽情成就全能的事工。世界上其实现在也需要我们更加渴慕并走向世界的很多主仆和工人，世界上很多人都在渴慕真理，并恳切地愿遇见并体验神，那事工我们要完全成就。希望大家呢，在各区域、各组、各地区、各机关、各教区、各宣教会、各支教会，尽情的成就事工。4月28号，主日举行了哥伦比亚万民教会创立3周年纪念礼拜及张丁元牧师中南美总会长就任牌传达仪式。为路加福音以主的心为体来与他们证道，我对他讲了，主对我们所愿的是只有一条，要成为神真正的儿女。平时礼拜人数是150人，但是因圣徒们充满了准备努力传道，所以有400人来聚集，390人来聚集参加了礼拜。二楼礼拜虽然是不能都二楼本堂的都不能进入，所以有在三楼也献上了一礼拜。中南美14个国家也通过网络以个人家庭支撑店的形式参加了礼拜。中南美张丁元牧师是尽情的来去宣教，在圣徒们见圣徒们时间当中，他说圣徒们说因为有张丁元牧师在，感到非常幸福。牧者也是看到圣徒们能够成为一体非常幸福，那么我也是看到这样的一面呢，也是非常幸福。圣徒们呢也是衷心的祝贺他成为了中南美下午礼拜是举行了下手帕聚会，我为全体做了祷告，为了国家，因为国家的特别的属性呢，就是说吃饭的时候呢只吃肉，吃完了之后呢要吃甜点，那么甜点呢主要是甜蛋糕。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就上了一些甜蛋糕，那么吃完饭之后呢就甜蛋糕，像我们国家呢可能每个人的口味都是不同的，我们宣教团呢
吃的多的人是很少的，所以呢，吃一块甜蛋糕呢，就很多人可以一起分着吃。但是呢，说是很饱，连这个甜蛋糕的都没有吃。但是那个国家的饮食呢，说吃饭时只吃肉，还要一定吃甜蛋糕。那蛋糕呢是非常甜的，所以呢导致人们是严重肥胖，还患有高糖，就是关节严重疼痛。那么人们接受祷告后呢，见证受痛症消失了。有一个父亲呢代替儿子出来做见证，其中有个人呢是有吸毒成瘾。听说我们国家也经常毒品，但是特别是中南美地区，哥伦比亚和秘鲁呢，毒品很严重，说这是合法的。哥伦比亚和秘鲁的毒品呢是很，就是问毒品问题的很严重，人们为了买毒品偷钱，因此也发生很多事情，街上有很多吸毒的人。说在车里都不能打开车窗，天气很热，其实应该打开车窗的，但是连车窗都不能打开，因为只要打开车窗呢，就往里面撒点毒品，那样车里的人呢就会不知不觉的会因被毒品的中毒。那小偷呢就坐那辆车跑到家里偷走贵重物品，就是跟到家里面偷走贵重物品。据说是为了卖掉那些东西，然后呢赚吸毒品的钱。说治安呢是非常的不好，所以呢说走在大街上或者说开车门是就是一般七点左右了呢，就是街边上已经没有人了，因为非常危险。那再晚了的话，就是街上就没有人了。那么打开车窗呢，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难免会有很多吸毒成瘾的人。在接受祷告人当中，有一个青年因吸毒成瘾而接受祷告，但是他爸爸就代替儿子出来做见证，说他儿子呢觉得不好意思，然后呢替儿子做见证说毒瘾得到了医治，然后问他什么症状得到了医治。他说呢，如果是成瘾状态呢，不吸毒就特别感到不安。除此之外呢，虽然有很多副作用，但是最先可以诊断的是现在的心理状态。以前在不安的时候，在接受祷告之后呢，变得平安了，平静了。他的父亲呢，非常的幸福，流泪做见证。那礼拜结束后呢，每个圣徒家庭都拍照了，这弟兄呢也和家人一起拍了照。拍完照之后呢，我再次叮嘱这位弟兄呢要按照神的话语生活，要圣守主日。那么其他见证呢，请大家在万民电视当中收看蒙德恩典。就这样幸福的结束了哥伦比亚创立十二周年纪念礼拜和首派聚会。为了下一个行程需要等待的飞机的星期一与供人会面并进行商谈后，那么圣徒们进行商谈的时候，圣徒们都说一心想要离弃罪。结束哥伦比亚的行程，星期二前往了机场，前往秘鲁。和来的时候一样，圣徒们来到机场向我们咨询，并且也听到了圣徒们幸福的见证。圣徒们学了说不要走的这个韩国话，说一致要求说我们不要走。
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欢迎你再来。张志远的西班牙语翻译和西双元赞美圣教士的西班牙语赞美给圣徒们带来了感动。通过牧师的教导用当地语赞美时，当也有当地人问是否会西班牙语，因为翻译呢是非常准确的。宣教团之间呢，甚至还说是不是应该留在中南美事工，因为圣徒们的反应非常热烈，圣徒们呢也非常幸福。而且天气也很凉爽，在没有空调的圣殿里举行了聚会。秘鲁也是一样，哥伦比亚也是一样，都是没有这个空调的，在领导上面的火的这样的时间里没有空调呢，可能是非常炎热的，而且呢是正值雨季，但是呢是非常的凉爽。因为是雨季，风很大，雨也很大，但是我们是雨是没有关系，在凉爽的天气里完成了所有的行程。结束正式行程后，决定乘坐在下午的时间呢，决定乘坐缆车前往像韩国的南山塔一样，可以一览哥伦比亚首都博格大城市内的地方。据说那么下午的行程呢，我们坐缆车去看看室内的地方。那么那天早上呢，是通过张队牧师给宣教团发来了短信。因为是什么呢，是说为了下午的行程呢，我们准备伞，因为是雨季，让我们准备伞。那么我们呢，就是说可能不需要雨伞吧。牧师说应该要有伞，但是宣教团呢没有带伞出去。但是正如我们所信的那样，神允许了晴朗干净的天空，让我们能够远远眺望市区。我们将一切感谢荣耀归给了在万民同在的父神。在这次行程中，我们经历了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从哥伦比亚到秘鲁坐飞机需要3个小时左右，要一般呢，我们坐飞机或者是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总是看天空寻找彩虹。那么要寻找彩虹，那么张定远牧师他也是找得很快。那么海外宣教部的职员呢，也是因为有使命，所以呢应该要坐在窗户旁边才能拍到彩虹。那么只有我在坐在窗边上，因为我的位置呢只有能够坐到这个飞机窗外窗。那么我呢就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感，说我要努力的去拍彩虹。当时呢就是出发时和举行活动时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彩虹，但特别是乘坐飞机时看到彩虹似乎还有另一种幸福。我呢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感在寻找彩虹。那么彩虹看到了一段时间后，就看见彩虹后消失了，然后呢旁边出现呢又消失，在看不到的侧窗方向天空又出现了。大家先来看一段，现在是消失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呢旁边呢又出现了。现在让大家看到的是快速的一种影像。옆에저렇게또생기는겁니다
我所坐的位置正好是有两个窗户的。这次呢，我就想我一定要拍到彩虹。然后我就带了一个随身携带的这个相机，那么我在拍，我就拿着手机，我就拿着摄像机拍，然后呢，我就想一定会拍到的，然后呢，就又出现了，然后又出现了，又消失了，又突然消失了。其实我在拍，但是呢，我眼睛在看其他的窗户，那么其他窗户又出现了彩虹。就是有三个小时的时间不断的就是出现呢又是消失，就是不断的这样，就是有三个小时。那么我在拿这个摄像机拍，然后我对旁边说你赶快给我拿下手机，我也有手机拍，一边拿着这个一边拿着手机，然后呢就一直在拍。好像是在天使呢用毛笔来画一样，就是说突然又出现了又消失一样。整个三个小时之内就是不断的让我们看到了彩虹。那么虽然是不能拍到全部的这样的一个影像，但是这样的过程呢，那种这种幸福呢，只有我本人才能体会到。感谢父神，神因爱成就神的功的人，显明了爱的凭证。最后呢，我在就是看到了是双重彩虹，这是上面是圆形的，然后呢这底下是一个椭圆形的彩虹。从美国回首尔的这个行程上拍到的，回来的路上呢是不能整个时间呢都就是开着窗户，是因为有休息的人，所以呢有一定时间呢是要就是要关上的。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是看到了这圆形彩虹，然后呢说我要用手机拍下来，然后过了一会儿呢又看呢这个是圆形彩虹，底下呢又有双重彩虹，这个底下有双重彩虹。那么一直整个飞行呢都是看到了这样彩虹，也是非常感谢神。带着这样的幸福我们到了秘鲁，那么机场有许多圣徒出来欢迎了，欢迎了我们宣教团。时隔五年的访问，宣教团和圣徒们也都是激动高兴幸福。机场内呢，圣徒们唱起了欢迎宣教团的赞美舞蹈，他们也是心怀对神做工的渴慕，仿佛就像见到牧者一样热情地欢迎了宣教组。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见面能得医治，得到恩典，得到感动，恢复起初的爱，恢复幸福，恢复对神的爱，得到充满，恢复对新路子的盼望，恢复未能做到的心，见到了牧者，为了能见牧者，我一定要进入新罗撒冷，以决断的心欢迎了宣教团。那么听说张定元牧师为了这次出差呢，在一个月前进行了实地考察，当时说太热了，衣服呢要准备薄一点的衣服，但是天气呢太凉爽了，天气呢就让人以至于让人觉得冷的程度。毕鲁万民教会也有100名圣徒出席，毕鲁万民教会也经历了圣殿被夺走和背叛的痛苦，但仍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虽然还没有找到圣殿的位置，所以借了场所进行礼拜，但是我看到了为了聚集在一起，在各自领域为了坚守信心而努力奔跑的身影。迎接5月1号劳动节，因为是休息天呢，在毕鲁万民教会献上了创立18周年纪念礼拜。我以《使徒行传》2章43节到47节话语为中心，说明了要像初代教会一样火热奔跑，彼此分享，在信心中分享属灵的爱。当时有100名圣徒出席，经传道呢有260名圣徒参加了礼拜。
第二天5月2号举行了秘鲁牧会者研修会，在牧会者研修会场所有丹尼尔牧师和管理成员等欢迎宣教讲师到来，约有200名主仆参加。徐成员在本宣教室的特别先师给他们带来了充满，甚至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跟着赞美一起律动，蒙恩的赞美荣耀了父神。我以牧者曾见证的难解的经文为中心，见证了话语，同时说明牧者为了领受这话语献上了祷告和禁食。当我说到我们三个女儿都以牧者的信仰的榜样长大，都是自愿成为主仆的见证，牧会者们瞪大眼睛表示惊叹。秘鲁的主仆们也表示因中被话语向圣徒们传达，话语传达灵粮，得到充满和改变，教会呢也在复兴。另外我在一一说明难解经文时，他们表示惊叹并倾听了话语。有位主仆说，在2004里在洛牧师的秘鲁聚会联合大商会以后，再没有过那么多人聚集的聚会，也没有过出现过彰显神做工的聚会，所以他们说秘鲁非常需要万民的使工。最重要的是我还听到了说话语具有圣经化，是以基督为中心，是以教会为中心的话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语，是不是少了一些珍惜话语的这样的心呢？全世界都需要这样的话语，应该传播以圣经为中心的话语，只传播耶稣基督，传播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一切都是以圣经为中心，要以圣经为中心生活。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良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皆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按照这样的话语，应该让人用神的话语破碎肉体的意念，渴慕灵。我在见证话语的同时，根据圣经说明天国有分类时，他们表示非常惊讶。因此我感谢神能够让我在那么多的牧师面前以圣经为依据见证通过牧者所见证的话语。下面说结论，通过这次宣教，即使是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和饮食也不同，但在圣灵里面是我更加的感受到呢是一家人。那么全世界都在渴慕听神的话语，渴望看到神永活的证据。因此为了通过圣灵的福音让更多的灵魂得救，我们应该警醒传播真理的话语。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更要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们要不是要根据环境， 而是说无论得时不得时，要常常传播福音。我们要更加珍惜话语，爱以全能做工的神，而且我们要更加以万民为自豪，要尽情的成就万民的事工。思考话语，一同做祷告。